好，现在选手比赛开始了啊！蓝方是张鹏华，上来双方就来了一次密集的打击交换啊！现在这是66公斤级选手的较量。对啊，张鹏华现在下潜，想把比赛拖入地面。啊，张鹏华这个选手呢比较……哦，双方的打击好密集啊！张鹏华挨了一个重飞拳，张鹏华挨了一个重的右手重拳。裁判判了，裁判判了，张鹏华被击倒了 ，TKO。将宣布比赛结果：本场男子66公斤级八分之一决赛比赛的最终结果为，来自北京全天下俱乐部的红方选手齐海林，第一回合 TKO 获胜。最后啊，胜者是齐海林啊，来自兴安盟的小伙子。这是一场非常短暂的比赛。